Okay, just before the start of this session, let's just briefly review what we have got in last week. Okay, mainl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art one of this chapter, right? First, we introduced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 and its classification. So can anybody tell me what's the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 in the field of nursing?在护理，我们上次课跟大家主要讲了第一节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哈，那么其中呢，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了有关环境的定义以及环境的分类，对不对？哈，那么环境的定义有广义的环境，也有狭义的环境。那么护理领域的环境指的是什么？护理领域里面的环境，我们概括的讲，它是不是？影响到个体生命以及生存的所有外在条件、内部因素的一个总和，对不对？哈，然后这个因素呢，它可以对我们人体产生 positive and also negative impacts， 对不对？对于我们的人体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对不对？哈 ，and also environment and human beings are interacted and interrelated， 而且同时呢，我们的环境和人类之间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哈比较概括的讲护理领域里面我们对于环境的认识。其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了环境的分类，根据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样一个定义，对不对？环境分为了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而内部环境呢，主要指的是 the environment just inside of our body， 对不对？哈，我们机体内部的环境，其中主要包括了 physiologic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那么包括了生理的和心理的，对不对？当然外部环境我们主要讲呢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at's right， very good。那么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不对？哈 ，And then we talked about how environment can influence the people's health， right？ 其实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环境如何能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对不对？那当然呢，既包括了物理因素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同时呢又包括了社会因素对于我们人类健康的影响，对不对？哈，那么物理因素方面，我们主要介绍了有关空气污染，对不对？哈，还有呢这个地质因素以及气候的变化呀，这些哈。那么社会环境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卫生服务的提供，对不对？哈，人们的经济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呀，这些，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呀，这些哈。然后其次呢，我们还谈到了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nursing， right？ 然后其次呢，我们还提到环境和护理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哈，那么今天呢哈，我们主要是讲 part 2， okay？ As you have already watched the video, right? Just played last week. You know the environment in hospital can be divided into physical parts and also social aspects. 那么上次课我们观看了这个就是 DVD， 对不对？哈，大家通过这个影片的观看，我们知道了医院的环境也是分为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物理环境，一个是社会环境，对不对？因为我们医院它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对不对？哈，那么医院的物理环境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For exampl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some basic facilities and medical equipment. 比如说我们医院建筑物的设计以及它的构造、它的布局，对不对？哈，还有呢一些基础的生活设施以及呢我们的医疗仪器，对不对？哈，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visible and tangible， 对不对？看得见也摸得着的东西，我们称它是什么硬环境，对不对？哈，就像我们要报考学校一样，我们会问一下这个学校它的硬件设施怎么样。比如说这个学校硬件设施包括哪些？
他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对不对？以及教学设备呀，这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医院环境里面，当然就是医院的病房，对不对？哈，医院的休养环境、医院的医疗设备，对不对？哈，这些东西。Okay, let's just look at the picture. Okay, show it here. Okay, look at this one. 那么看这幅图。暂且不要说它的这个就是环境的整洁，对不对？干净哈。Just look at such a facility. What's that called? Handrail, 对不对？哈 ，handrail。那么这是一个扶手，对不对？哈 ，OK. Do you have got such a facility in your dormitory or just in your own home?No, of course, we don't need it, right? 这个是医院环境里面，在很多医院的病房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扶手，对不对？哈。So what's this for? Just to prevent our patients falling, right? 那么主要的目的防止病人怎么滑倒，对不对？哈。那么病人滑倒以后容易发生骨折，对不对？哈。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可能还会导致一些更重要的 complications， 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就是为了病人的安全，对不对？哈。我们上次课已经提到了，病人保证病人的安全是我们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对病人开展进一步的治疗和护理，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是一个什么？它是 a part of the nurse call system， 是医院护士的这个呼叫系统的一个部分哈，呼叫系统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呼叫系统是干嘛的？这个是位于 nurse station 的，对不对？护士站的这一部分。那么上面呢，它有病源的一览表，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每一床的床号、姓名、它的诊断、护理级别，对不对？哈，然后呢？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 screen， 对不对？哈，这个 screen 呢，主要是病人他在呼叫你的时候，然后呢，他会这个就是显示是哪一床，对不对？哈，还有一个呢，就类似于电话这样的听筒，但是这上面没有反映出来。那么护士听到有病人呼叫了，马上拿起听筒就可以和病人进行一个 direct dialogue， 进行直接的对话，对不对？哈 ，to understand what。The patient is calling for， 对不对？哈，病人为什么要呼叫我们？比如说液体输完了，我有哪儿不舒服，我需要医生或者是护士来为我提供什么相应的帮助，对不对？哈，所以呢，这就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个就是高效的护理服务，提供了一种物质条件，对不对？哈，那么病人怎样才能给护士传达这样一种 message， 我需要帮助了呢？在病人的床头有这样一个哈，有这样一个设施，然后这下面就是一个块小的这个类似于我们知道有些汽车的这个就是遥控的那个锁一样，对不对？哈，当然它这儿呢有一个线给连起来的，不是无线的装置而已哈。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buzzer， 然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just push the button， 对不对？哈，按一下这个按钮，就在床头上，是不是？病人是可以控制的，对不对？哈，你看在他的床头很容易操作，对不对？哈，并不是放到其他的地方 out of control of our patients， 对不对？哈，所以呢，你需要帮助，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床头的这个呼唤器，对不对？哈，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生就可以及时了解您的需要，哈，为您提供最及时、最高效的这个护理服务，哈，护理服务。那么呢，这就是我们为了保证安全以及提供高效、优质的护理服务的一些什么医院的一些基础设施，对。对不对？哈 ，OK， let's look at this one. OK， this the facility is installed in the toilet. OK， 那么这儿呢是一个卫生间的这个设施，对不对？哈，那么一般现在医院里面都是采用的这个就是马桶，对不对？哈，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对不对？哈，很多老年人由于他身体的这个就是机能的这个减退，还有就是缺乏运动锻炼呀这些，对不对？哈，那么可能在很多人都可能会出现便秘呀这些，对不对？哈，那么避免长事情呢，他待在这儿的话会疲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的
armrest， 对不对？也是一个扶手，对不对？哈扶呢，那么也是为了防止病人滑倒呀。这些同样在卫生间里面，我们可以同样的看到这样一个红色的这样一个按钮，也是呼唤器。在卫生间里面，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你同样可以呼唤这个医生和护士哈，为你提供及时的这个服务呀。这些，因为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由于在卫生间不小心滑倒了呀，这些对不对哈？如果我们正好这个就是巡视到他的病房，我们可以立即发现，对不对哈？如果是没有人去，那他怎么办？那就没有人去为他提供服务了，对不对哈？提供帮助了，那么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病人安全的一些设施，对不对哈？甚至于在北京的和睦家医院儿童病房里面，卫生间有两套，哪两套？一套这个马桶是低的，一套马桶是高的。那么低的这一套是为小孩子准备的，而高的这个呢，是为他的这个家属父母准备的，对不对？那么这些从医院的设施，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充分体现了 patient center。对不对哈？以病人为中心，对不对哈？以病人为中心 ，patient oriented care 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医院的硬件设施，对不对哈？这些是我们医院存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谈医院的社会环境建设方面怎么样，对不对哈？那么医院的社会环境呢？那么主要包括了哈，一个是我们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不对？我们的服务态度 attitude， 对不对？那么服务技术，你的 technical skills， 对不对？甚至于医院的医德医风建设，对不对？哈，有我们提供服务的方式呀，这些都是属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这一块的社会因素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医院的一些相关的管理的规章制度，对不对？哈，比如说我们上次课提到的医院统一的感染管理系统，对不对？哈，那么对于工作人员的一些这个管理的一些制度呀，这些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就是医院的社会环境以及物理环境方面这部分内容呢，主要是同学们了解一下就行了哈，了解一下就行了。OK， Let's talk about the adjustment of physical aspects in our hospital, which is the emphasis of this chapter. OK, so I need you jus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art.那么现在呢，主要跟同学们讨论一下医院环境的控制，特别是物理环境的一个调控。那么这章呢，是我们这章的重点内容哈。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大家呢要这个就是注意哈。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医院环境有物理环境，有社会环境，对不对哈？那么首先来看物理环境方面哈。As we have already discussed previously.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aspects in our hospital can affect patient's outcom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patient safety.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医院物理环境的特点可以影响到病人的治疗的预后，对不对？治疗结果 outcome 还可以影响到病人的 satisfaction， 病人的满意度，以及病人的 security and safety， 病人是否安全，对不对？哈 ，Of course, the effect could be negative and positive, as no environment is neutral. 那么我们的环境对于健康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环境它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存在任何影响，只是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对不对哈？ So just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 in hospital on the patients, let's just discuss what aspects we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while creating a saf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process for our clients.所以呢，我们由于考虑到我们病房环境对于我们病人的这个影响，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在讨论如何构造、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究竟有哪些方面我们是需要 pay more attention 的，对不对哈？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总的来说呢，包括了 such seven aspects 这七方面哈。Let's talk about it one by one,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讲哈。First, let's talk about space. OK, 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空间场所问题。As you know, everybody needs a comfortable space to study, to work, to get a good sleep, or just to even enjoy himself. So does the patient. 那么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一个
这个舒适温馨的这样一个场所，这样一个空间，对不对哈？学习工作，对不对哈？那么获得很好的休息和睡眠，甚至于呢只是就是让自己得到放松，对不对哈？然后当然呢，我们的病人他也是需要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的，对不对哈？那所以呢，那么我们又知道医院的那么病人的休养环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病房，对不对哈？当然可病症比较轻的呢，他可以到户外，对不对哈？然后去散步呀这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病人是待在我们的病房里面的，对不对哈？那么在医院的病房里面，我们知道有单间的病房，也有多人间的这种 multi-bed wards， 对不对哈？多人间的这个病房， so for the ordinary wards there are normally 2 to 4 beds installed in one。那么对于普通病房而言，根据房间的大小，一般病房有2到4张病床，对不对哈？那么 the area for each bed should cover around 6 to 7 square meters and the minimal distance between two beds is around 1 meter。 那么对于每个这个病床呢哈，它一般的占地面积应该是多少？6到7平米，对不对？而且两张床之间呢，最小距离应该是在1米左右，对不对哈？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1米是最低限度，当然可以1.5米、2米呀、啊、这些，对不对哈？主要根据医院的具体的这个病床哈，以及病房的设计安排而定哈。那么我刚才一再强调，只是 ordinary wards， 对不对？普通的病房。How about ICU intensive care unit？那么我们的重症监护室呢？我们知道重症监护室里面住着的都是一些危重病人，对不对？这些危重病人的随时他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生命危险，对不对？所以需要我们随时能够开展紧急救护，对不对哈？甚至于我们重症监护室里面，为了配合积极的有效的治疗抢救哈工作的开展，我们还会准备很多仪器，对不对哈？那么这些仪器放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同样需要占据 room， 占据 space， 对不对？所以呢哈 OK for the bed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an area of 10 to 50 square meters must be allowed to carry out some intensive care and medical interventions。 所以呢重症监护室里面每张病床所占据的面积应该是多少？对，10到15，对不对哈平米，你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开展什么急救治疗和护理，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是重症监护室里面，跟我们的普通病房就不一样，对不对哈？ OK just look at this picture as you can see what's this it's called 对 curtain 哈 privacy curtain what's that for just to ensure visual privacy right to protect the patient's privacyright 那么我们可以在图上看到这是一个窗帘，对不对哈？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这种 screen， 对不对？这种屏风，对不对哈？以帮助病人保护他们的隐私，对不对哈？那么对于每个病人单元 must equipped with such facility to protect their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哈。那么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在通过就是专业教育之前，你们可能对于基础护理操作有一些认识和接触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导尿，对不对哈？那么你想在一个多人间的病房里面，对不对哈？我们要给不管是男病人，当然是男女病人不可能混住在一个病房，即使所有这个病房里面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那么我要给他进行倒尿，肯定要暴露他的私处，对不对哈？那么病人希不希望别人在场的人看到？肯定不能够让别人看到，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我要给这个病人进行导尿，其他的病人你们都要避嫌，你们到外面去，你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对不对哈？没有这样的权利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样一个窗帘或者是一个屏风把病人给遮挡起来，对不对哈？这个时候呢病人你对他隐私的尊重也赢得了病人对您的尊重，对不对？从而更有利于我们建立一种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and clients, right? 那么由于你对病人的尊重，赢得他对您的尊重，就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和谐的互换关系，对不对？哈，那么不仅有利于我们关系的建立，更有利于我们顺利的开展我们的医疗和护理，哈，这个就是工作。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倒尿，如果病人他不能完全放松，对不对？哈，肯定他不可能把两腿分开，对不对？哈，他不分开两腿的话，那么对于他的这个就是尿道口的暴露就不充分，对不对？哈，那么我们在插入导尿管的时候，很容易误插入什么阴道，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哈，我们还要这个是视觉方面的，对不对？哈，这个隐私我们还要讲有关，比如说在跟病人进行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对于病人提供的一些 information， 对不对？哈，我们同样要保持他的 confidentiality， 哈，这个呢我们待会儿来讲，哈，这个就是有关病室内空间，对不对？哈的这个一个调节。OK，let's talk about temperature， 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一下医院环境里面温度的调控，对不对？哈 ，As we know, indoor temper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oor environment, as it can influence the physiologic and also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of our clients. 我们知道，那么病室室内的环境温度，那么是整个室内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不对？因为我们上次课已经提到的，温度的高低可以导致什么？相应的生理以及心理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对不对？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病室的最实温度。哈 ，Of course, everybody need the different level of temperature, just regardless.As the comfortable, most comfortable temperature. 每个人对于温度的需要高低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那么温度的不同水平，当然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这种大 office 里面，它一般都有中央空调，对不对？哈，温度设定在20度左右。那么在20度的时候，有的人你可以看见工作人员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对不对？而有些人他穿着西装，对不对？哈，而更有些人呢，可能就穿着比较厚一点的这个 jacket， 对不对？哈，你就说了，在同样温度下，为什么你们的着装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对最舒适的温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一个个体都是 unique individual。对不对？哈，当然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细小的差异。Howeve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verage most comfortable temperature in the room is around, let's look at, 18 to 22 degrees centigrade. 那么最实温度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呢，是在多少？平均是在18到22摄氏度，对不对？哈，18到22摄氏度。那么如果温度过高，它会导致什么？我们上次课已经讲到了 ，it will suppress the functions of our nervous system， 对不对？哈 ，and it also causes some digestive disorders。那么它会抑制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对不对？还有可能导致消化系统的一个这个功能的一个失调，对不对？哈，甚至于呢，会引起其他更多的一些哈不舒适的这个感觉。那么与此同时，那么温度过低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知道温度过低，哈 ，the low temperature could be a kind of stressor， 对不对？可能成为一种刺激物，对不对？哈 ，which will make our patient feel anxious and nervous， 它可能使我们的患者感到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对不对？哈 ，just imagine if you are going to give it.Intramuscular injection to a patient, but the temperature indoor is too low, around 16 degrees centigrade. How about the patient will feel?那么我们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在一个室内温度只有16摄氏度甚至更低的房间里面，对不对？哈，比如说在我们成都的冬天，室内温度可能16度都达不到，对不对？哈，甚至于更低。这时候我们打算给病人进行肌肉注射，哈 ，intramuscular injection。那么这个时候病人他本来就冷，你一冷的时候是不是全身哆嗦在一起？对不对？哈，然后非常的紧张，对不对？哈，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给他进行肌肉注射，所以呢，那么我们知道 ，the tension in the muscles will just make the injection more painful. OK，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给病人进行肌肉注射，前提是要让病人 relax himself completely, right?
完全的放松，对不对哈？那么如果病人非常紧张，你想一下，那么他这个肌肉然后是不是就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紧绷着，对不对哈？然后你给他进行肌肉注射，这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什么更痛了，对不对哈？或者他就会觉得，哎，我昨天哪个护士给我打针的时候，我都没觉得怎么痛哈，为什么今天这么痛呢？他可能就会想了，是不是你的技术不过关，对不对哈？他肯定就不知道，因为这个环境温度太低了，因为空调坏了，对不对哈？那他肯定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哈？所以呢，而且哈，我们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或者是某些检查的时候，是不是病人会暴露身体的相应部位？如果室温过低了，就会导致病人 catch a cold 着凉呢，对不对哈 ？Especially for som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哈。那么这个是对于 the majority of people 哈，对于一般的人而言，18-20度哈。那么对于一些我刚才提到的这种 vulnerable population such as newborns, older people and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 so the optic temperature should be maintained around 22-24 degrees centigrade. OK.那么对于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新生儿，对不对哈？或者是一些慢性病患者，因为他们对寒冷的刺激非常的 highly sensitive， 对不对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的室温就要高一些了，22-24度哈。甚至于以后你们在学新生儿护理的时候，那么新生儿在沐浴的时候全身暴露在外面，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室温要求就要达到26-28摄氏度了哈。那么还有早产儿，一般出来以后我们都是放在什么 incubator 里面，这样一个暖箱里面，那么暖箱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环境，对不对？那么暖箱温度我们肯定要设置，怎么设置？ Just according to the baby's birth weight，出生体重 and gestational ages 和他的什么孕周哈胎龄，对不对哈，来设置具体的体重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同的个体，我们对于环境温度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而且环境温度的高低都会出现相应的影响，对不对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有关病室内空气的温度的这样一个调控哈。 OK, here I just got a question for all of youAs you know,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our normal body temperature is around probably 36.5 degrees centigrade, just roughly, okay? 那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人体的平均体温在36.5度左右，对不对？当然不超过37度。但如果你更详细的说的话，还有什么口温、腋温以及我们的这个就是肛温，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在生命体征的观察监护里面要进一步跟大家详细的讲哈。总的来说呢，我们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7度，36.5度左右，对不对哈？ And you tell me why is the most comfortable temperature so much lower than our humanbody temperature and why? 为什么我们知道刚才说人体最实温度是在18-22度左右，而我们提到的人体的平均正常体温是36.5度，然后不超过37度，为什么？利于散热，这个热是哪儿来的？Yeah, pretty much so. As you know, our body will produce heat ju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etabolism, right? So in order to keep the normal core body temperature, the extra heat must be lost, right? 那么我们知道人体在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要产生热，对不对？但是为了维持我们这个就是体温的正常，所以过多的热量必须要什么？对，必须要这个散发，对不对哈？必须要这个就是散失。那么我们空气当中环境温度低于我们正常的体温，就有助于什么机体的散热，从而有助于我们保持什么 maintain， 对不对哈？ The normal body temperature 有助于保持我们的正常体温，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现在哈提到的这样一个温度哈，这样一个温度。那么说了温度以后，我们再来看humidity 哈，再来看 humidity。 那么什么是 humidity？ What's humidity？ 对，是湿度，对不对哈？它主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
对空气当中含水分的程度，对不对哈？那么空气当中含水分的程度，而在我们病房的环境里面呢，然后我们主要用的是相对湿度，对不对哈？那么什么是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which just refers to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vapor existing in the air, just compared with the possible maximum amount at the same temperature. Okay, for a given temperature, the higher the humidity and the higher the apparent heat. 那么我们的相对湿度就是指在同一温度条件下，单位这个体积内的气体当中，对不对？所含水分的量和它应该达到饱和时的含量的一个百分比，对不对？哈，那么对于一个给定的温度，那么当然湿度越高，我们所感觉到就更热，对不对？哈，也就更热。那么这个 heat index， 那么它就更高哈。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就是病房里面哈，那么我们的相对湿度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呢？对 ，around 50 to 60%， 对不对哈？相对湿度应该控制在50%哈，然后呢到60%，对不对哈？那么如果是 high humidity， 湿度过高，对不对哈 ？We know high humidity is creating a sticky environment situation， 对不对？那么湿度过高以后就会导致周围的环境比较潮湿，对不对哈？我们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比较黏糊，对不对？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的，出来大到南方城市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一层湿润的东西然后包裹在你身上，对不对？就是由于周围环境当中空气太潮湿了，对不对哈？ Of course especially in the hospital settings, the high humidity could be a cause of infection, airborne germs, and some odors, and worse the mildew. 那么特别是在我们的医院环境里面，如果是空气当中的湿度过高以后，会导致什么？会成为什么的原因？感染，对不对？ Infection， 还可能导致什么？很多东西长霉，对不对？长霉以后是不是就会有一种难闻的异味，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湿度过高以后可能出现的哈一些不良现象。那么如果湿度过低以后，特别是哈 lower than 40%， 低于40%的时候哈， you will have sore nose throat and even your eyes， 那么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咽喉部、鼻腔非常的疼痛，甚至于眼睛的 discomfortable， 对不对哈？然后不舒适，那么这个时候呢哈，你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对不对哈 ？Why？Yes, exactly. Yes, 主要是哈 ，because the dry air will suck the moisture from all possible sources in the room, even from the mucus in nose and throat, however, which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us from infection. 就像刚才同学们说的，它会蒸发过多的水分，对不对？那么干燥的空气会吸收我们的，会从周围的任何可能利用的这些物质当中吸收 moisture， 对不对？哈，吸收水蒸气。然后呢，当然还也就包括了我们鼻腔以及我们什么咽喉部的黏膜，对不对？而鼻腔以及咽喉部的黏膜主要是有一种什么防御功能，保护我们避免感染的发生，对不对哈？所以呢空气过于干燥就会导致哈这个口干舌燥、咽喉鼻腔疼痛，甚至于你在擤鼻涕的时候都会有血丝，对不对哈？ So the humidity level must be maintained in the obstetric department。那么在产科病房里面，湿度是必须要保证在50%到60%的哈。As the babies are highly sensitive to dry air， 因为我们的这个小宝宝对于干燥的空气特别的敏感，对不对哈？特别的敏感。And worse, low humidity will increase the static buildup and
as well as dust, which may eventually damage some sensitive medical equipment. 比如说，这个干燥的空气还可能导致什么？静电产生增加，灰尘增加，对不对？那么，特别是静电的增加，就会导致一些比较精致的医疗仪器的损害，比如说我们的内窥镜，对不对？哈 ，optical scope， 哈，内窥镜光学的一些，这个就是检查的哈，以后你们在临床上去了的时候，那么会见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做胃镜，是不是一种内窥镜，对不对？哈，那么呢，这个是干燥的空气，湿度过低的时候，哈，湿度过低的时候，而且呢，如果你在湿度过低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待长了以后，你还会发现 ，your skin is getting very dry， and also you can find out some。What's roughness, 对不对？变得比较粗糙，对不对？哈，sometimes probably you will have the patches coming off， 甚至于是皮肤会脱屑，对不对？哈，which eventually just damage our skin's protective function， 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皮肤的保护功能受损，对不对？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关湿度的控制，湿度过高过低，对于我们机体都有着不同的不良影响，对不对？那么 so just tell me how to control the relative humidity in the ward， 怎样来控制我们病房里面的湿度，相对湿度。当然你可以采用刚才有同学说了空气调节器，对不对？哈，比如说湿度过高的时候可以采用空气调节器，但是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开窗通风，对不对？湿度过高还洒水吗？不能，湿度过低的时候可以洒水，对不对？哈，那么湿度过低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 humidifier， 对不对？哈，这个湿化器，对不对？特别是北方的同学应该非常熟悉，因为冬天你们室内有暖气，对不对？非常的干燥。那么有的 building 呢，它有这种中央湿化，对不对？哈，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一个加湿器，对不对？放在房间里面，哈。那么特别是对于我们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病人在进行了，哈。这个 tracheotomy 气管切开术以后，更需要保证室内空气湿度，对不对？哈，你想，大家都知道气管切开术，对不对？哈，那么如果是室内的这个就是湿度过低了以后，是不是加速了呼吸道黏膜的这个就是干燥，对不对？那么病人感觉就更不舒服，而且很容易导致感染的发生，因为局部的保护功能就愈况下降，对不对？哈，所以呢，这就是对于湿度的控制。当然，如果是没有这个加湿器的话，那么就刚才同学说的，湿度过低了以后，我们可以在地面洒水，对不对？哈 ，just spread some water on the floor。好，那这个呢非常简单的哈，好，这节课先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再谈其他的四个方面哈，先下课休息一下。